来啦，我们。哎，蓝队先点的啊。来一会儿游戏，蓝队先玩。你是鱼帆村村主任推荐过来的？我是队推荐过来的。哈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沙县小吃同业工会的会长。沙县小吃发展迅速，我们同业工会呢，主要是为开店的人统一行业的标准，为开店的人解决困难，我们就是大家背后的保障和靠山。好。 在我这里有很多开店的经验，只要能完成我们标准化的操作，就可以获得经验。好，这啥呀？这是，哦，这不是镜子啊，这啥？请接收你们的任务吧。副本任务二：标准化操作。标准化操作第一棒。 清洁标准化，成员从指定地点出发，规定时间内通过吹气让肥皂泡泡穿过圆环，即为挑战成功。你不能吹这么大，你还得吹过去，那谁能吹过去啊？你吹一下试试。要行！哦，好了，这怎么吹啊？ 这有风，它风是一阵一阵的，所以要看准时机。哎，这个有希望，有希望。这现在这游戏都杂技呀，这都是。标准化操作第二棒，烹饪标准化，成员用脚踩勺柄，将勺子中的糖块弹起，规定时间内吃到弹起的糖块即为挑战成功。 太重了，太重了！哦，这个挺难。这个我也想试一下。踩重一点啊！这个踩不动。我踩试试的。来，我踩不动。完了，你说第三个吧，我再听听。前两个我都忘记了。标准化操作第三棒，总餐标准化。成员使用长长的手臂拿取碗里的爆米花，规定时间内吃到爆米花即为挑战成功。 这也能，跟杀个曲曲经。好，跟割曲曲经，左手把它扑了出来，放在右手的手心里，轻轻抬起。哇！可惜不算。试的时候你总是最厉害，我熟练工种了都已经。这俩就像长在我身上了已经。待会儿你还能这么顺利吗？我绝对不玩这个长手。 太愚蠢了！你是举这个还是踩那个？我觉得我手短，我这个有优势。哎呦，我好兄弟！分析的局势很明显啊，而且我踩不动那个，是吧？这个环节一共有三个项目挑战，自行分配哪一个成员玩哪个项目，完成几个项目就可以升几级。好，明白。 我们怎么分？我觉得我来这个吧，你来这个，因为这个女生踩不动，你能吹泡泡吗？我都行，我试试，我觉得女生还行，慢慢的，一彤，你看她，慢慢慢慢，她会碎，越到后边越慢，越到后边，啊？越到后慢慢的，越到后，他妈，你就这个吧，行，我吹泡泡，我就这个，我这个，我们开始了啊，好吧，现在你们有五分钟的。 总时间，请你们自行分配每个人需要几分钟。我们五分钟平均分配，不用。我30秒，30秒你如果没做到视为作废。<笑>我们有一个表给你掐。我一分钟，一分钟吧，一分钟。别太高估你自己了也。刚才你看我这10秒，我觉得一彤那儿可能需要3分钟。那我这样，我给一彤3分钟，好吧？我们俩各自1分钟，可以吗？可以。 蓝队挑战计时，就吹那一个就够了，还真的第一个最难。这很容易裂的，关键是吹的大力它就裂了。吹远一点，第一步。对。别着急，3分钟呢，不着急。 不着急啊，多吹几个，别着急。哇哦！跟这个，跟这个。
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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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是不是有一个看不见的膜啊？那怎么停着？食指往高了吃，防五线是不是？有一个进不去，前面那个哦，啊，过了。1分59秒，哇！所以给你3分钟是对的。哇，快点！啊！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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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肯定能拿，你能拿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抛大高一点，差一点。牙上了，这好难啊！就根本看不出来。他高。18秒，棒，陈哥，太牛了吧也！我感觉我不敢接，蓝队太厉害，来吧，1分钟挑战。别紧张哥，这行呀。我平台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1分钟挑战。别紧张哥，这行呀。哎呀，给你2秒就够了，我看。哎呀，66秒，所以恭喜蓝队3个项目都挑战成功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好厉害。蓝队要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了。给你们好了，全世界沙县的代理全都给你们留下来。你看看这个名字，关键录制环节真有绝活，真往出拿呀。关键这一套动作，我就可以说行云流水。这之前玩过。第二组出战呢？粉队先，阿粉先。我们吧。啊，他玩泡泡，我试一下第二个。哎呦，可以。嗯，可以。那你来这个。我2分半吧，行吗？可以。那我俩一人1分15秒。可以。粉队挑战。一口气。对。找那个中根儿。吹的有点吹歪了，不是，它不是吹，它是风给它带走的。对，有风的时候。有风。就这个。哎呀！这下厉害了，整成香蕉球了是。你最好吹到这。对。不行，这太惨了。你这单纯吹泡泡呢？它没风了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在那里吹，总有一个能过去？随缘泡。哎，这还有个双胞胎的泡。这双胞胎。有戏。吹！哇！哎，差一点。吹！差一点，过去了。1分04秒，挑战成功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可以的。不行啊。可以的。有了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到此边了。嘴太小了。再来。有了。都到我牙齿了，每一个都很准啊。
不行啊，我到此边了，我到此边了，都到我牙齿了。每一个都很准啊，再来再来，夹住，夹，哎呀，漂亮，夹，哎呀，漂亮，一分十四秒，挑战成功，哇，差一秒，差一秒，现在压力给到郑恺，还没开始呢，等一下还没吹哨呢，还没开始呢。还没有开始，知道了。还没有开始，没有计时。你得一粒一粒啊，只能一粒一粒吗？啊，对，一粒一粒来啊。哇！哇！凯哥刚刚用时四秒。这一趴是不是过于简单了？六秒不算什么，我都没看见，再来一次吧。真是没有人反应过来。黄队，如果你们要这儿过不去，是不是有点有问题？这要不就肢体有问题，要不就大脑。这咋办呀？这个没有糖挺好的，不甜。给我点糖，我试试，我踩踩来，我踩一下试试来。我你们压力来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吃到了吗 ？Yes。吃到了。原来嘴里含了一个。不是这样，你拿个糖扔过来。这都那个八十年代影视特效，你知道吗？蒙太奇、飞刀什么的。你两分半还是三分？我两分半吧，我两分半。他两分半，咱俩一人一分十五秒，好，可以吗？不用不用，无意，你就十五秒就完了。三秒，三秒。那我就二十秒吧。别，你多点多点。你这样你就十秒。别听他们的。十秒，我跟你说，咱们有自己的规律。十秒，你别听他们的。在这个游戏当中，就是一定要表现自己这种最大的胜负欲。这样，老沙六秒，我四秒，你折个中五秒，给你两次机会，十秒。别听他们的，别听他们的，好吧？别听他们的，真的，坚信你自己，你相信我。来一把吗？是不不用不用，怎么办？我这要成功了，从此在跑男史上留下了一个经典的画面，你想想，留一个无人超越，直接超越郑恺，超越老沙，对，直接就叫十秒，三秒，啪一下搞定了，是吧？那我不用听他的，他在 PUA 你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我在，他在给你洗脑，我在 KTV 你。我在 KTV， 采访你一下，你最后决定多少分？我还是一分十五秒吧。好，白说，坚定。黄队挑战。哎，风向往回吹了，你看现在。你看我说给你们点时间，你还不听。你看现在风向已经掉到那个方向去了。哇！完了，吹出去，过去了。哎，回来。走位，走位。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圈有点太小了。好紧张啊，现在。难了吧也，我，
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用时2分27秒，哇，差3秒，可以了，还好还好。我觉得最后得按时间算，1、2、3秒。下糖吗，宝贝儿们？8秒，哦，谢谢。还是别按时间算了。还是别按时间算。不是，郑凯刚说一句话，说我觉得应该按时间算，你这8秒结束，不必了。还是别按时间算。3秒吃进去啊，3秒。4秒63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快。哎呀，我应该听你们的。你看，我说给你10秒，你不听，对不对？这个画面就留下来了。是，对呀。这样，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过了，必须要分出一个胜负，就让他们仨比谁这吃这个时间最快。因为我们这个环节的规则就是你完成一个项目就可以升一级，那3个队如果都完成了3个项目，就是每个队都可以升3级。对，那么跟没升一样吗？对呀，你都升级就等于没升级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项目当中要分出一个1、2、3来。可以，那好吧，来，谁得第一？谁得第一能额外的获得一个等级，可以吧？好，我同意。好，郑凯先来，先压力给到郑凯了。凯哥，我觉得你2秒可以完成。不用，1.5。计时。哇，凯哥，4秒03呀，4秒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最快好像4秒03，也就这样了，也就这样，好快啊！他俩心态已经崩了，心态已经崩了。来，感觉武艺不应该答应啊！武艺说：“我信了你们的鬼话。”武艺挑战，我好紧张啊！别紧张，成绩已经有了。对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心态完全崩了。行了，算了，可以。哎，再来一回。来，再这样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这一看我们这孩子就不是那种硬考试型的。你别紧张，你紧张吧，脸都红了。你看，好紧张，脸都红了。玩的就是心态啊，慢慢的，别着急。几秒？3秒50。哇！上吗？等一下，这是补的，这是给人家一次机会，我可没给，给一次，不行，我可没给，给你两次机会，然后没完了，好了，给你2次机会，你是这咋的？这我没完了，这没完，不，3秒50已经天花板了。你是老沙，你看你姓什么？这是啥地儿？沙县吗？没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压力太大了，我咋能这样？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次机会啊？可以，我。多少？2秒75。好厉害呀，沙哥！
哎，我甩丢那个剪掉。压力给到郑恺，现在只有郑恺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心态已经崩了。你心态已经崩了。我心态已经完全崩了。能不能刷新世界纪录？哎，一秒。一秒。一秒。对，一秒。别挑了，他挑不了，挑了，就这一次了，挑个胜利之花。多少？两点。你不用在乎多少，你就发挥自己的实力就行了，不用想他的成绩，心无杂念看。对。失败，你看看，多一个，无所谓了，都赖成这样了，真的赖，谁还要了？那要了两分，不要了，等级给他们吧。下次录的时候我要开个直播，我跟你说。